较多，妇女比较多，咱就是接近成功。啊，即马甲看起来安尼有无？啊，是毋是临门一脚尔？啊，大家有欢喜无？所以欢喜之余吼，咱就是讲职前训练，就是要互你做官进前的心理准备嘛，对毋对？啊，大家捌做过官无？我知影一个阁会举手啦吼，海关的吼，我有看到吼。啊，即个大家后摆啊吼，啊拢来拜伊为师啦。啊，毋捌做过，敢着袂晓真吗？无一个人讲出事出啦吼，逐项拢会的啦，对毋对？拢嘛学的，包括阮做妈妈，以前嘛捌做过，着会晓做妈妈嘛，对毋对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咱即妇女的所有的权利主责，我们要告诉大家重视妇女。那阿么，咱妇女呢，争取权利。咱家的妇女超过要到一半嘛，吼，对不对？所以咱的这个政策很重要哈。有关妇女优秀不优秀哈，就是查甫人会幸福无？盖在查某的，对不对？所有的都控制在女人的手上哦。所以哈、哦，有的无去加注意哈、哦，咱是一定爱研究一下。这是咱妇女的，咱的偶像啦、啊，嘛是咱崇拜的有名的、有能力的，然后的妇女哦。所以这几个有比查甫的较牛无？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女孩子哈！各位男士们，我讲的对不对？啊，希望讲吼，这三个人看了吼，啊，较疼惜咱妇女的童心，好唔好？啊，那回去恁的厝吼。看到妇女吼，咱拢甲笑笑的，好唔好？啊，所以呢，从今以后大家就很幸福、很快乐，对不对？即马问题就是出在啥呢？咱中华民国流氓的政府给咱的政策吼，大家快乐得起来吗？无法度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安那？政策足侪爱后摆，咱来甲改变。所以呢，要改变这个中华民国体制进程吼，咱要做官进程，咱爱先改变咱家己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需要来探讨，需要来提升自己。哦，这是大约介绍一下。妇女会将来我们要做什么？第二节，帅哥，哈，第二节放出来哈。来，即马就是讲，咱一个人呢，我们应该都要有乐观的思想，要积极进取。咱的观念呢，就是咱的行为哦。啊，所以咱的行为呢，就是咱的习惯。那么咱的习惯呢，就是咱的性格啦。那么性格就是咱的命运。那么呢，咱的命运操控在谁的手上？所以我们现在开始，咱要创造历史，我们要自己创造自己的前途，对不对？那么民政府提供这个平台，予咱每一个人会当来创造我们那个很好的前程。咱呢，今仔日就是讲要安怎争取咱妇女的这个权利。那么妇女会争取权利，相对的。咱伫这世间，
权力能相对就是义务。那么义务呢，女人我们要怎么样来自己提升，自己来遵守。那么遵守提升实施以前，咱要做好准备，做好准备，咱妇孺会将来是要给咱台湾人过什么款的日子。那么妇孺呢，咱提升这个权力，在高层方面，咱就是要从外交打经济，拼争政治。那么呢，在我们国家，我们妇女要争取权利，我们为国家来效忠，为社会我们谋福利，照顾百姓，在家庭我们照顾老弱妇孺，安尼对唔对？搁爱做较济无？男士们，小可要求一下，我搁甲政策搁定落去，吼、哦，唔通定迄讲，逐工爱洗奶啦，吼、哦，迄种下面定迄自然会，吼、哦，对唔对？所以讲吼，妇女会将来是咱台湾民政府的基础。一个家庭，一个国家，妇孺如果无好，咱无好的子弟，绝对嘛无好的家庭。嘛无好的社会，嘛无好的政府，所以呢，咱这个妇孺是非常重要。咱尤其民政府是卖妇孺，我们要非常明白，而且要点点啊听，静静啊听。我们要从我们妇女开始，安尼好唔好？咱妇孺若做了好，查甫人安那去打拼？人讲成功的男人后面有女人，那么咱妇孺争取权利，就是讲咱要来为这个国家甲社会来服务。那么服务，咱茫讲啊，后摆啊，咱转去吼，啊，官做足大，啊，便无爱煮饭，对唔对？哎，迄是咱吼分内的工作。茫讲啊！我做官，我比阮翁做较大，薪水嘛领较济。翁诶，你去煮饭就好。那安尼是袂使哦吼。咱吼做官做愈大，转去阁对翁爱愈好，甲囡仔爱教育愈好。哎呀，孝敬公婆，孝敬父母，咱爱做比无做官人阁较好，安尼好唔好？那安尼呢？咱。台湾民政府所有的官员呢，会当轻轻松松，几乎咱拢是夫妻档嘛，吼，轻轻松松会当为咱台湾民政府呢，来大大的打拼，没有后顾之忧，安尼对唔对？所以呢，这查甫的同心啊，听听的吼，会足感谢我，对唔对？啊，那查某的呢？查某会讲啊，我会忝死安尼吼，但是吼忝有价值啦。咱就是爱做一个非常优秀的烈女啊，吼，在咱的历史留名，安尼好唔好？咱呢，为今嘛开始，我们就是离开我们平凡的过日，咱今嘛开始爱有准备，咱妇孺呢要安那来。根源啊，阮隆重诶提供一些意见哈，好，大家人来好好来准备遮。咱即马遮呢，就是讲哈，我家己做草稿没有去打字，但是应该可以清楚。咱就是讲，妇孺要安那一步一步。来为这个社会，为咱这个台湾民政府来打基础，所以呢，咱好好即马开始，咱来探讨。吼、哦，咱这个写了粗俗，但是简单。我们是妇女会呢，咱成立是伫2012年7月29号嘛，哈、哦。那么妇女会是不是赚钱的机构？为
不牟利社会服务团体，以增进妇女团结。咱若是有参加妇女会的妇女，是毋是一个族群、一个团体，会当更加合作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，咱来密切联系各阶层，就是各阶在阶层吼的妇女，咱拢爱来加联系，而且呢，我们一定要互相来鼓励，来关心这个社会跟社群。咱参加的民政府是上介好的一个团体，因为我们政策一定下，我们有政策来支持。咱不是外靠民间的团体，我们的力量更大，对不对？是因为有政府的资金。政府的政策来跟配合，咱要来照顾人民会搁较好势。所以呢，咱办好妇女吼，啊加一个幼儿教育吼，就是讲囡仔的教育，将来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就是安怎，这是一个福利的事业，但是呢，就是要维护妇女合法权益。这个合法权益呢，咱妇女的教育，现本时即阵拢是私人的幼教。那么我们把幼教归为政府管理，把他们补助，而且请他们配合我们的教育，因为教育呢，小孩子为一岁开始到三岁，讲三岁定终身。每一个囡仔吼，到三岁，伊的性向、性格拢已经定落去啊。所以，这个幼教，我们妇女会要好好的去着手，因为一世人，你三年内底的教育非常的重要。咱要提升妇女咱的素质，咱的素质若无提高，咱要安尼教咱的囡仔。咱的囡仔要安怎有优秀？哦，你讲的囡仔吼，古早咧讲吼，要安怎中状元？盖在妇女，盖在母亲呐，吼。所以讲，咱一定爱提升自己。那么呢，提升自己，在我们妇女本身妇女会的成员，我们要好好的互相来教育，互相来研习。不断的拓展成人跟小孩，外籍新娘，咱外国新娘即马足济。那么菲律宾的教咱的囡仔教菲律宾，印尼的教印尼，中国的教中国。所以我们没有文化教育可言，囡仔的教育，如果我们不着手的话，咱变做啥物？台湾没有根了，咱的文化。咱的语言全部流失，咱即阵呢，从老到少呢，大家所谓讲好做国语，那么迄对一个，恁敢知？已经知嘛吼，咱未过讲迄是咱的国语呢吼，那讲迄拢阮遐拢爱罚一千块。那么阿伯阿妈即马讲甲下下叫，我们一定要改变。讲华语讲好做上有水准，那讲台语讲无水准。啊，我早期吼，拄好去住台北的时阵，拢讲迄闽南话吼。哇、哦，啊台北人讲，哎呦，啊恁遐的人哪会拢袂晓讲国语？迄水准足低呢？哎，我足自卑的，你敢知？啊，即摆正知影讲，啊你较唔爱讲阮台湾话看卖啊？你若讲阮台湾话足高尚，对不对？现在吼，所有的囡仔呢，外籍新娘你若无改教育，就是从结婚开始，请他来学我们的文化，学我们的语言，那么改教育了后呢，在他怀孕期间，伊嘛是爱学好遐工课，等伊生落啊，第一天见到小孩以后，伊爱好好教咱。台湾的子弟好好教咱的语言，
好好教咱的文化，安尼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咱外籍新娘的教育也非常重要。但是外籍新娘，这个部分吼，有很多受到暴力。那么咱妇女会爱去甲保护，爱去甲调整无？因为心理上的不平衡，有人总爱甲老公安尼，干脆就予伊结束掉安尼吼。吼，这新闻拢定咧看吼。如果咱外籍新娘子嘛，足济，大家家庭几乎都有。咱若无好好来改教育，调整他的思想，把他融入我们的社会，那是一个未爆弹呐吼。所以我们妇女会要做好教育与辅导的工作。所以咱妇女会的这个担当是非常重。咱妇女要维护家庭的和谐，按妇女呢，一定要顾好咱这个社会的安定。咱呢，所谓男子同心，才能安心，然后才有余力，才有气力，搁再去打拼咱的政府，对不对？我们再去打外交，以联合国各国来做外交。啊，才会当来共同来成长，咱袂使孤立起来。所以女孩子呢，我们做好后盾。咱呢，以前咱唔免管讲因中华民国是安怎，咱台湾民政府，咱有足好的背景，有足好的后盾伫后壁，因为咱是臣民，对不对？咱的臣民，咱后壁是有日本的皇帝啦吼。啊，现本时这个阶段，我们后面有奥巴马，对不对？足济外国人讲，哎呦，恁迄小猫两三只怎么执政？我讲啊，借问的吼，美国人有足济无？伊讲有啊，美国人甲咱也无关系。我讲足大个关系啊，因为伊敢占领嘛。啊，阮后壁的靠山是奥巴马，安尼有用无？伊总爱点点哦，奥巴马要插人，我讲吼，秘书长一支笔就改国家，伊无叮当袂使安尼，对不对？安尼有够力无？伊讲，哦，当然嘛有够力。那有够力吼，你甲想，咱执政在望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拢爱有信心。我每一次在分子会议的开会的时阵吼，我拢送予人废除条例。看过废除条例的人，举一下手一下，好无？哦，只有一半呢，吼。废除条例，你为咱的台湾民政府官网去调的有啊？废除条例拢总有39条的组织，有200-300个。中华民国的机构，就是内政部、财政部、经政署、全部外交部、劳工部，全部被取消。啊，取消你讲，取消是安那该搁滴咧？当然嘛，滴咧。我们要以后接政，我们也是要开始运作。那么为什么会废除？上班的拢是三月底的废除。因为我们一月份就讲啊，六月份美军要进来，进来了没有？有，大部分都进来。那么4月23号，奥巴马去对恁知影无？举手一个。哦，日本啊去找谁？天皇吼，所以咱的官网入去看，天皇。到天皇那边去阅兵，以我以前在战略协会，阅兵不会在那边，所以这代表另外的一个意思。咱老公阅兵呢，一般都是伫军队，啊那无咧，咱那外宾来吼，拢是伫机场啦，哦。但是为什么会去皇宫？那么就是意识到
要给房地权利，还给他权利，不再制裁他。四月二三完毕了后，七月七日安倍晋三是不是就已经改宪法完成了？是不是？哦，所以咱要认祖归宗吼，有望吼，就在近期而已吼。咱这拢是爱予咱信心加佐证，对朋友咱要甲讲的佐证的吼，我拢讲迄号做修行符啦吼，迄你摕出来吼，三十九个机构，两百几个机构，美军要进前等，伊要入来时阵，把它取消掉。让他没有武功，废除武功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中华民国的武功被美国废除啊，您敢搁会惊？没啊嘛，废除武功，即马因就是无武功啊嘛，就是一个废人啊嘛，是咱也无够人去接近安尼尔尔。那么会配合日本。配合奥巴马军队的安置，在这个期间呢，九月底以前，我们要大拼一场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要全力以赴，咱来拼这场啊！台北一场，高雄一场，拼给美国人看呢，会使无？哦，每一个人爱用心，拼若会过呢，咱无定。无敌无敌，困天光啊！国旗挂咱咱咱一支哦，吼、哦！你茫爬起来讲啊，开始变一支，吼、哦！所以呢，茫惊一条哈。所以吼、哦，我有甲恁预先告知啦，吼、哦！所以咱一定按部就班，大家人认真拍拼，安尼会使无？所以呢，福禄呢，咱爱做好事先准备。在九月份。咱的海关嘛开始要来训练了哈，那么海关训练我们在预定在台南哈，还有这专业训练哈。那么当然呢，我们是第一个就是接海关嘛，非常重要。我们要过滤货物以外人员的出入，哎，这个厝咱哈，这个门先过起来。什么人要敢出出入入？袂当讲像较早拢放互贼仔去吧，对唔对？所以爱门先顾起来，啊，咱内底要来安怎整理，咱才过来整理哈。所以呢，咱妇女的这个管理呢，相对的责任，我们一定要改革六十年前错误的教育啊，配合政府。对食品以及错误的医学体制，为国民的健康来把关，就是过去呢，咱这个食品，咱即卖物件会食一无？未食一啊，咱嘛阁无法度，咱家己无法度去种，对唔对？嘛是阁爱买来食呢。那么妇女将来呢，咱配合政府政策。我们也每个人都要吃有机蔬菜，对不？然后呢，无毒的肉品呐、啊，咱的肉呐嘛是。然后呢，咱这个医疗体制哈、哦，残害我们国民健康非常的严重哈、哦。我行医五十几年呐、啊，到现在我无能为力，所以我毅然决然放弃，我就是讲。不能再救人了，救人嘛来不及。有以前有一句话，我在梦中梦见的哈：良医医人，良将医国。咱这个什么国有得癌症无？咱家拢要来做医生，对不对？咱爱来医国较重要，医人是少数啦。来医工呢，咱国家政策若好，咱要救所有的老百姓，我们的人民才有办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咱今嘛吼，家是最优秀的一群。咱虽然是人少，
但是咱若是同心合力，咱一定有够力，对不对？咱伫这个健康方面，咱每一个人，你官做偌大，钱偌济，如果若无健康呢，敢有法度？有路用无？在我们还没有拼以前，我请大家多多保重。就是讲呢，秘书长讲，咱爱食愈久，领愈济，对唔对？搁而且，互咱上班上加安怎？袂喘气为止啦，吼，吼，本段喘气为止啦。所以呢，女人我们妇女会在健康的把关上，还没有执政，我们就可以开始，对唔对？那么开始呢，咱大家拢足健康，咱才有气力过来拼吼，才会当有这个身体来照顾百姓。所以在健康方面的领域，我们要妇女会也来多多学习，然后多多来推动。那么关心国家的大事呢，参政与议政方面呢，哈，哦，咱即马来参与台湾民政府，妇女也就是参与政治跟这个议政方面，对社会民生议题开展探讨，支持配合台湾民政府依法施政。因为咱妇女如果不是在妇女会，但是咱是妇女，咱现在已经有介入而且参与我们的政治活动，咱现在就是有在研究，我们不是素人，对不对？过五关了后，我们所有的知识大约啊，要学要安怎做立委，长螺丝的嘛来干。教足济，对唔对？啊，咱嘛有法官、检察官，哦，拢来敢教过。大约咱拢有学习过。咱每一个人呢，都有具备这个条件来参政、来议政。对这个社会的议题呢，民生议题，我们妇女会最知道民间疾苦，对唔对？那么我们来提供。这个民政府来依法施政，咱较袂讲做了无对当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呢，咱妇女会是爱拍好咱台湾民政府的地基，展望未来。本会将发扬爱优良传统，咱每一个人拢爱有爱心。那么佛家是说慈悲心，咱每一个。哥哥拢是一家人，我们不要搞小圈圈，不要分你我，安尼好唔好？啊，卖讲这你的，迄个你的，这个我的，这个像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慧眼识英雄，只要能力较悬的，咱每一个都乐意把它提升上去。我每一个我。感觉能力足好诶，拢家吐来中央，我请他以后好好照顾我，安尼有搁较好无？未比讲咱家己占上大安尼较好啦。咱诶人，咱若是讲啊，甲咱甲塞好起哩吼，啊，互伊做较大，互伊添好死，啊，敢照顾咱凉凉安尼，敢无较好？对唔对？卖讲咱就一定做上大啦。一般人的习性，拢家己要做足大对无？啊，要叫人听咱的嘛，啊，要管人嘛，安尼足戆的呢。我感觉我较巧，我都是老二哲学啊。我以前吼三年前做副组长，了后阮组长互换掉吼，我就甲秘书长讲，我无爱做官，你莫互我官。啊，伊想两三个月正才兼互我做呢，对唔对？啊，做监偌好嘞啊！咱顶官有官干到照顾，干咱套推动，安尼做老二，安尼永远做妹妹，算是足好诶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要有老二哲学啦。咱若袂使讲，阮拢要做第一，
足优秀，你有迄个能力，那么，哦，挺身出来去做人袂当做的工作，那是很好。但是不要应征啦吼，咱那是勉强去争吼。啊，大家人有看过孙运璇吼？吼、哦，我唔是哄大家啦吼，咱那庆幸的讲，我命有够重吼，你大位做你甲坐落，那无的人呢？咱较客气一个点啊，吼，让有能力的人去做那个位置，吼。所以呢，咱卖去啊，自己自以为是啊，吼，啊，讲高估自己，这样不行啊。所以呢，咱在这个执政以前呢，咱卖讲哦，争来争去，斗来斗去，安尼吼，我们没有这个。本钱啊，台湾人一定要团结，团结才有力量，是不是呢？咱无本钱，搁在底下搭来搭去啦，啊，无本钱，搁底下弯来弯去啦。大家拢是一家人，而且要合作无间呐、啊，就是卖讲啊，这安怎，这安怎，卖有意见上好啦。因为意见，咱也是提供好的，不要袂使有偏见呐、啊。啊，大家人爱互相来尊重，互相来研究，什么是上好的。那么这样，我们一定哎，执政以后呢，咱的人民吼、哦，唔是惊一条尔，我拢讲安那，爱互人惊两条，对不对？哪有这阵这优秀的啊？开到今嘛正起来，那老早给因起来管吼，啊，咱是安尼偌幸福呢？给因安尼讲吼，相见恨晚呢吼，安尼咱是咪做民主？对啦，所以咱后摆啊吼，咱爱依照日本的教育，就是把所有的人民呢，当作咱的子孙、咱的金孙呐。所以呢，咱的金孙敢会阿公阿妈，还是老爸老母，伊会敢会敢变？会敢变无？那么我们执政就非常顺利。咱袂使像中华民国，像迄中国的历史讲安尼变来变去。为什么？因是甲人民鱼肉乡民以外，吼，因就是甲所有的老百姓当作奴隶来用啊。啊，奴隶会不服无？所以因一定定定咧改朝换代啦。啊，人呢，日本皇帝咱的母国呢，两千年来有记载到今嘛吼，皇族还在，皇孙还在，咱要学习他的精神呐、啊。所以呢，咱袂使把人民呢当作咱是咧利用的工具，这样子是不行。啊，你社会嘛未祥和，而且呢，我们执政会受到阻碍，所以咱这点要做好准备。看到人民呢，爱当作咱的金孙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那么呢，自然百姓看到咱呐，我呐因的阿妈安尼有好哦，啊，恁查甫那是伊的阿公呢，对不对？啊！那阿公阿嬷看到，哎呦，这保证有红包的呢，大家拢足欢喜嘛。我们有好的政策来照顾他们，皆大欢喜。所以呢，安尼咱执政就非常顺利，而且会进步。台湾呢，后摆啊，咱有可能阁拼过日本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咱台湾人呢，刻苦耐劳啊，24小时的吼，台湾上济，对不对？啊，别位敢有要做家呢？人迄个日本吼、哦，5点6点你去就关门啊呢。啊，咱台湾做家安尼，若无比人较敖吼、哦，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呢，咱后摆啊吼，尤其咧，迄天咱的这个代表就讲吼、哦，从台湾人的身上可以找回早期日本的精神。多在我们这些的身上，以后我们可以带领日本、哦、重新再起，
安尼点哦？因为因拢头壳低低啊啦，因拢足惊战争的啦，而且吼软小小啦，无像咱安尼吼，我们还很强悍，对唔对？虽然呢经过二二八咯，但是呢，我们的精神还在啊。咱古早和日本教迄种日本精神吼，我多口讲安那，一笔记得哦。嘿，要搁伫咱的血液当中吼，咱还找得出来。咱是真好的经济，而且这一次的成功，咱隔壁国了后，我们影响日本，我都去日本三拜啊呢。美国请我们，你要认祖归宗，你回去告诉你老祖宗，讲咱要认祖归宗，我们的宣传成功啊！在去年十二月，皇帝都毅然决然出来讲，讲安那，在我们这个战争已经过去快要七十年，但是战争受到。残害的人们还很多，他有生之年一定会替这个事情来解决。安尼，恁敢听知影？因为伊的子孙放伫遮，互苦冻嘛。虽然咱是伊分的，咱是伊的养女、养子嘛，但是养爸嘛有这个法律的责任，而且咱家拢足可爱诶，搁而且即地是宝岛，我们去告诉他，皇宫，咱皇帝公公，即地厝搁恁个，啊，我犹搁是你个子孙，所以呢，伊伫三十九期都有派因个前国防部长艾芝先生来，那么。回去较紧叫安倍起来，那么速度很快，奥巴马就跟他碰面。有头一遍安倍被召见嘛，吼，迄新闻拢有嘛。那么我们现在准备到九分九，那么今麦过来九月这一个活动，咱就是爱做好准备。那么咱的福禄呢，伫这个。发扬爱这部分呢，我们要做好桥梁。就是讲，日本呢，我在奥基纳瓦来来回回四十年，我甲咱的代表呢讲，长官，我后摆寄你，我要对你，我敢那管一个奥基纳瓦就好啊。我妇女会若无做，我再来拼外交，吼，因为。那东京我不爱插伊，咱的代表去冲突。我今仔我来来回回四十年，咱可以这四千人把日本人咱的祖宗搞定，安尼有可能无？因为咱足有爱心，而且呢，伊嘛对咱印象真好。咱即摆样讲日本话的还佫足济呢，吼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这个。爱要发挥到极点呢，在社会上啊，爱是传统上开拓与时俱进，就是要配合现在的需要。我们妇女会要发挥最大的爱心，来为台湾民众而服务，将来的繁荣跟稳定发展，为台湾和谐社会的建构出新的贡献。咱妇女会先把这个桥梁铺好啊，自己来提升自己。然后呢，当我们要执政以前，在执政以后，培养艺术，艺术在升学主义下哈，咱今嘛这个艺术气息都没有，也使讲台湾是艺术沙漠，文化沙漠。这怎么讲？少数人有去留学的，像咱徐格林，咱的副主席，那他就是非常优秀。为什么咱无艺术文化的教育？因为
无心去欣赏。讲趁三顿饭都无食袂饱，要搁啥物艺术、搁文化，对毋对？咱听唱歌嘛听袂落，有时啊人啊开音乐实在是有够好听，咱会感觉足压杂哦哈。因为咱拢咧想，明仔载饭毋知要会有饭通煮无啊？是毋是？所以这个原因出在哪里？政府没有福利政策。差一大尾啦！伊敢若养扣税，无法度予人民过好日子。佮而且呢，人的所得为40000跳到70000，咱是一直跳倒转的吼。吼、哦，一个人领20000，你领20000，我领20000，甚至60000块做三个底领，讲失业率很低。啊，你佮听看半句无？我很生气呢。啊！迄企业家一年拢赚几啊百亿呢？啊，薪水那么低，那什么原因啊？哎，30%啦！官商勾结，官也赚，生理也赚，百姓饿好死。啊，这种爱甲冰掉无？半暝啊，都爱冰掉啊啦！啊，好，甲在奥巴马还可无？咱真正无够力啦！哦，所以呢，在文化方面，我们。以后呢，要慢慢来提升我们女人开始哈，因为升学压力，让囡仔快乐会起来未？逐天一直考到半，嘿，考番薯啊呢吼，咱的囡仔考到拢变番薯吼，拢变呆呆怣怣，头壳转未过，因为全神贯注在考试，伊无法度去发明啥物代志呢？啊！后摆咱的秘书长足巧的，咱的夫人讲要来做科技岛，所以我们现在的族群呐、啊，每一个人要用赖用电脑，将来呢，我们走在这个科技的尖端呐、啊。每一个人从我们开始，无论你是几岁，我们都来学习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比别人还进步，我们才能发展我们的。经济，所以这个文化教育方面，我们要来提升，因为要造就今天的休闲的生活。咱若无休闲生活，对我们身心伤害很大。哦，人大家拢像个机器人安尼吼，逐工拢做啊做啊做啊，啊没有一点休息。在我们健康四个要素里面呐、啊。要适当休息，适当运动，拢爱适当，啊，拢爱平均，然后均衡营养，然后情绪控管。咱即摆人情绪控管拢足歹吼，是因为没有适当休息，所以呢，拢牙倒出来乌白斩呐。那么我们如果不去改善，下面人拢有分哦，非常恐怖。所以讲安怎，迄种情绪无好，就是。政府的福利无好，予大家人歹生活。那么我们以后当了民政府的政务官，我们一定要一一来改进、来遵守，所以人民才不会失控哈。哎，我们无法精致化，咱的精神生活无法提升，文化活动跟艺术领域却是。就荒地一样哈，一片荒地，男女耕耘，今后呢，诶，可以到外面哈，感受甘霖，咱会当去向别的国家来学习。就是讲，咱即马哈，每一个人伊的心情意境，没有感受到文化跟艺术的气息，所以心情都非常难过。咱即马若要讲。开始重新开始呢，很简单。每一个人薪水发足高，每一个人收入足多，马上就会有改善，对不对？嗯、一贴药啊落就足好势啊嘛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若是讲无钱，互伊叫伊来唱歌，伊敢唱会落？叫唱迄个三声无奈啦，唱靠调啊，互你听啊，咱愈听愈杂折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政策很重要，但是呢，
咱嘛是慢慢来准备来改善。唯有在这台湾的地方呢，妇女要有心不断的播种，努力去耕耘，期待在这个独天独厚的美丽宝岛上要开花结果。咱日本人吼，逐天卡拉 OK， 咱拢有学着嘛。伫十几当前，吼，大家唱啊足欢喜。啊，即马逐间的卡拉 OK 敢有生意？连十块落来都唔甘落安尼。迄落来爱啉一杯豆奶嘛吼，爱留咧啉豆奶啊呢，有可怜来无？吼，迄上届俗的消费都消费不起哦，真正有够可怜的。我们台湾人吼。比予人讲伫饲猪吼，搁较不如呢。所以呢，这些主政者啊，将来你们要点名啊，一个一个把它记录起来。要送出去以前，要先鞭刑，对不对？啊，先鞭刑吼，鞭刑以后再枪毙吼。哦，那么我们都来研讨很好的方法吼。我们不是没有爱心，没有慈悲心呢，因为他们太可恶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无咱吼，我熟悉拢中国中国人呢，啊，我有伫战略协会，蒋纬国战略协会吼，遐将军拢嘛是呢，但是军人无可恶，是执政掌控者可可恶，他们的政策吼，只会照顾他们呐吼。拢虐待我们，输咱的血，刻咱的骨啦。这是想起来吼，是真正吼啊！但是讲生气无效啦，发愤图强啊，把咱的悲愤化为力量，好不好？嘿，咱的发愤，咱来拼咱的啦。后摆再搁讲啦吼。啊，你即马想加遐伊，想吓伊煞唔够咱哦，敢拖时间咱足吃亏的呢。哦，所以呢，吼，富，对，先点点，这段不算吼，来，文化内涵要更丰富的感受，对深度的心灵生活有利健康生活。那么我们除了文化意识以外，吼，心灵的引导，现在足济吼，啊，都是拢无法度啊，都是。在教会，每一个教会加的教育，足侪拢总是从心灵来着手，因为呢，咱去互教教，啊，搁去互人吼，咱是互人五月甲变安怎？有心无灵魂啊嘛，那么咱爱救咱的灵魂无？啊无有心无灵魂要安怎？空空戆戆啊！咱即马是遮醒起的人，把我们的灵魂又救回来。咱即马来咧，咱准备要安怎？把咱的身体，因为救顿啊，第一袂着癌症。癌症毋是细菌病毒，它不是病，它是怎么样？是精神压力太大。精神压力太大，就是讲安那生活不美满，物资不够。然后呢，伊安怎？外口环境无好，环境无好，咱的脑袋在用的时候，吼，我拢讲比喻讲安怎？你迄台车就咧靠北蛇，那么咧靠北蛇，你营养补无够，你油无够，水无够，迄台车会火烧无？所以呢，你的细胞原料不够，生出来的细胞拢是唔正经。那叫做癌细胞，癌细胞呢，乌白传，要乌白传，以这个传递命令，家己攻击自己，自己灭亡，啊，随便，无需要补充，伊叫伊补充，啊，有需要补充的干嘛？乱发指令，那个叫做癌症。癌症其实不是免疫疾，大家呢，癌症人哈。你把他的心结打开，他的困难点在哪里？让他每天很快乐，大笑三声。我相信一个月都会好起啊，因为我试过很多，要相信吗？
那欠钱的，你甲摕一挂工，安尼甲藏落，他马上好。你要相信无？啊，那迄落吼，婚姻不美满的吼，帅哥你每年一个，互伊随好。哦，无翁的你帅哥一个给他，他马上就好。足好用的，我就是用安尼，伊的我无用药啊，啊营养营养食足济，啊，逐工互伊唱歌，马上好。要相信无？哈、哦、啊，所以咱后摆啊，哦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哦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吼，啊，出口成章吼、哦，不错啦。我讲了啰里吧嗦，意思相共啦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啊，我讲较浅，人听较有啦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这是足重要，这嘛爱为啊，咱妇女开始哦。吼、哦，咱的妇女可以影响全家啦，哈、哦，所以呢，咱爱施造成成人的身体健康，危害医疗的资源浪费，错误的医疗行为，哈、哦，咱即马吼，无需要挂讲挂啊，需要啊，无需要食药啊，拢叫人食药啊，这个政策是毋是毋对？那么咱被残害到，咱的身体拢无好，这是安怎？政策支持疾病医学而已，而且不懂健康医学。古早呢，咱都有一句话：真药医假病，真病无药医，对不对？对。真病无药医，不是讲来问性命啦，而是讲甲放好死啦。真病是来自于你本身身体的病变。你要靠营养，还有身体、心情，还有物理治疗就好，那是另外一门的学问。那么，假病是疾病医学来自外面的东西来侵害我们，包括你是受伤、疾病、病毒的侵害，那才爱吃药啊啦。其余吃药啊有效无？无效，搁而且呢，会让你的细胞受损，让你的身体越来越衰弱。所以这种的医学政策是唔对的。那么这种的呢，咱也无从家庭来一个妇女来照顾整个家庭的健康，来甲维护，拢记载讲，哎、欸、啊，我拢交予医生就好啊，吼。啊，我想我拢包死的。医生不是万能的，医生，你若是讲你要把你的生命交给他，哦，阮什么人拢什么医学博士嘞吼，不管伊博几博，你家问看卖啊，医生，你若中风，你家养医无？你若得癌症，你家医会好无？你若糖尿病，你医会好无？伊若甲你讲，我保证100%。安尼，你才会当听伊一句啦。啊，若无唔通，生命是咱家己的，我们要自己照顾，从家庭开始哈。那么教育跟照护工作，就是讲拄只所讲的，小孩子外籍新娘在那个我们的胎教，包括我们的护理工作，我们的健康。都是保持在女人的身上。那呢，妇女除了要争取权利以外，咱要做大官，咱要跟查甫人一样，可以有这个机会来付出、来打拼。那么，我们家庭所有刚才所讲过的一一要来负担，袂使讲我官做足大，我等下拢免煮饭啊嘞吼。啊，娶入去吼，现在很重要的，查甫唔娶某，查某的唔嫁翁，结婚不生子，以后都要变形，对不对？咱都要增产报国啊！人即马只中国啊搬搬转的，咱台湾人剩真少呢，咱要增产报国，对不对？那么要叫人增产报国，咱秘书长讲薪水拢几啊倍呢？
看你要饲几个囝，佮生一个囝，佮补助一百万呢。啊，若佮唔生，煞唔免变形，对唔对？啊，查某唔嫁翁嘛袂使啊，家庭不美满啊，人生吼，安尼就是没有完整嘛。查甫唔娶某嘛袂使啊，拢爱变形啊！哦，这后摆啊，拢个妇女会做哦吼，以后无翁个无某个，拢来遮登记吼、哦、啊，拢来遮登记吼、哦，我做红娘哦，哈哈，绝对没有收费哈、哦，依照你的性向吼、哦，你们去交往，但是呢，大家一起打拼，为台湾民政府，为台湾来照顾，好冇？好、哦。所以呢，咱家庭妇女呢负起这个责任吼，势在必行呐、啊。咱查某诶，尤其咱呢诶，当心诶妇女吼，这个基础教育啊，日常生活吼习惯开始，从我们的习惯开始教育。女人呢，还是小孩子，老公诶榜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厝若有一个好查某啊，一个家庭拢足圆满的啦吼。所以为查某开始，透早起来吼，都笑眯眯。啊，老公若睏起来呢，早餐都做好了。哦，小孩子起来，哦，亲爱的你起来了哦，较紧的，咱的早餐放伫遮啊，营养准备便便，安尼一家有没有很和乐？一个早上开始是咱一天的开始嘛吼，所以女人呐起来，透早面臭臭，煮的吼拢有毒，大家食的拢未健康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很重要哦。啊，你若笑眯眯煮的吼，拢就有营养的，那个是磁场影响哦，我们都有研究过哦。你的磁场不好，你煮的东西很难吃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讲，后摆咱男士人们吼，爱对某较好诶，无伊煮诶物件拢有毒，你敢食了无好嘛？对不对？爱较小心诶哦。啊，你若要互你诶子孙十八代拢中状元，一定爱足疼查某诶，他心情才会好啊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我们全家人都健康，操在女人的手上啊。这我拢有实验过哦，会熟悉的代志啦吼。所以呢，那么咱要做这些代志，我们妇女应该事先提升自己的教育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，我每次以前妇女会开会，拢在讲这。啊，其实吼，咱来参加这妇女，大家素质拢足悬的呢。您看，男士们，对不对？坐恁边的同性女性是毋是拢素质足高？啊，搁拢足美丽的呢？你甲看这拢美女呢，对不对？我们对台湾吼改革有信心，对不对？嗨，来，我们提升以后，我们的家庭社会，我们台湾民政府，我们的国家才会进步，我们的国民才会健康，都是。国家的基础啦、哦、所以呢，我们照顾老人、小孩子，还有生病的人，医疗的照顾福利是政府重要的措施啦、哦、这我已经给列入、哦、重点啦，是不是？这很重要、哦、加强配合国际行动、哦、提升目前的政治、经济与社会的趋势，进而促进两性平等。两性平等就是我们在说母亲，查某就是母嘛，吼，母，这个母就是代表阴阳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很重要，不要像过去吼啊，咱是就是讲吼，查甫的。咱过去的台湾的习俗是拢比较重视男人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即马去呢，因为我告诉大家，日本呢在这几十年来吼、哦、已经改变过啊。古早的日本查某囡仔吼，啊老公回来吼爱跪咧，较紧甲老公脱鞋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茶泡好啊。
报纸搁摕来。即马毋是安尼呢，即马是女孩子出去卡拉 OK 唱歌去跳舞吼。啊，老公先下班回来煮饭等候太太，你回来了，我坏。哦，我这无学白讲哦，伊日本吼女权吼至上哦，即马若离婚呢，足恐怖个哦。离婚财产要给太太一半，啊，剩一半你若是五万呢，给一半。伊若拢永久无去办即个结婚证书吼，敢若欠人同居，还是去拍查甫吼？你薪水拢一半爱汇到他户头，剩两万五。敢有细姨要予你娶？有无？啊，所以伊就爱巴结大某呢。欸，拜托个，你毋好出去，我阁要娶第二个，饲袂饱。哦，啊，咱台湾吼，我看是卖讲调整甲遐离谱啦。哦，我觉得吼，查甫是天，查某个是地啦。啊，咱吼讲后遐无法度变做饭例啦。哦，查甫个吼。我较讲着讲查甫较敖啦，敢若相拍，阮就输人啊嘛，对不对？阮敢若啥生囝赢人尔啦，吼、哦，生囝赢人尔嘛，哎、啊、是天生自然的啊，哦，啊无吼，我拢尊重查甫男士啊，咱一定要给适度给男人自尊呐、啊，啊爱护伊面子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恁查某会较敖，咱嘛爱退边啊一个。这样子我觉得吼是较好，要有礼让，有礼貌，要给男人吼安尼去为咱做事嘛，甘愿安尼啊，对不对？吼，所以查甫人呢吼，你若有加鼓励，真正吼，穷家拢唔知影食饭嘛会啦，吼，因为我有试过，你知无？吼，我几岁啊，我拢知影吼。你若加娱乐一下，伊就做加为去淘气吼，但是呢。欸，男人的社会吼，咱即马就是卖讲女人吼，大家安尼，大家安尼安尼袂轻忙打击安尼唔好啦。尤其吼，咱即马查某的吼足济吼，欸，现在安怎，足可怜的，就是台湾的查甫的啦。第一无靠山，第二无资金啦吼。啊，女人讲女权至上嘛，但是女人呢吼，争取到工作的这个权利吼。出去倒趁钱变作嚣掰嘛，对不对？恁查甫唔敢娶某，就是台湾的查某作嚣掰嘛，对不对？唔敢娶，啊你那迄落看袂起，啊个哦，那像迄个在化音啊嘞，那么迄个需要，所以我们女人呐、啊，绝对不能这样子，哦，一定袂使安尼吼。那有安尼的人的某吼，啊，请她的老公来给我报告哈。我嘛登记起来吼，请他的太太吼，啊，召集来受训安尼吼，啊，因为查某的吼，第一咯，爱家己感觉安那，阮都袂上壁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相拍吼，就输人哩，要用巴算的吼，啊嘛不要出眼前亏啦，啊，为查某的吼，迄嘴吼，诶，话讲安那，足歹听的迄啦吼。因为啦，人扒一个都无够死啊，结果吼、哦、一支嘴安尼一直骂一直骂吼，啊拢吼拍一个，甲拢流鼻血呢，吼、哦，嘿，我感觉无需要，所以咱适度一定爱尊崇男人，啊，男人呢一定爱疼惜咱这个妇女，安尼好不好？所以呢，台生，我们一个小时有没有休息？还是继续？有吗？啊，现在到了没？到了。哦，讲啊，讲甲足欢喜的，所以拢讲甲过头哦。那么我们休息十分钟吗？哎，休息十分钟，我们再来探讨。谢谢。